茶媒报道，宋祖儿身边的好友透露，宋祖儿阮经天已于8个月前结束恋情。去年圣诞节，阮经天曾去横店探班宋祖儿，还给其带了小礼物，似乎是分手再复合。最近张钧甯直播时也透露，阮经天又单身了。你啊，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不是那只猫，也会更好。脱单喽，哈、哦，加油啊！也、哦、在横店巧遇了阮经天，他身边跟着工作人员，手上还拎着一盒乐高玩具，看似要送人。据悉，两人于2019年被曝正在热恋，两人多次被拍同框，还曾被拍到共同回宋祖儿家，但双方都否认恋情。此外，宋祖儿的团队一直以来不是很赞成两人交往，表示他才23岁，仍相当年轻，恋爱容易影响事业。不过此事爆出，不少网友表示，是不是吃瓜吃漏了，怎么都不知道他们在一起？所以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吗？